在驾驶舱里，正副机长挥着手向地面人员致谢道别。24号上午9点半，从桃园机场飞往东京，这是达美航空在台湾的最后航班。谢谢您。地勤人员列队感谢，还准备纪念品送给搭乘末班机的旅客，还有航空迷专程来 say goodbye。因为以前我在美国念书，我们是都搭西北嘛，然后西北后来就被达美并购，所以来看一下最后一天。觉得他们为什么要退出台湾市场，我觉得很难过。拜拜，谢谢。空服地勤眼眶泛红，不舍来台将近50年的达美航空退出台湾市场。美籍航空中，前身西北航空的达美最早开航台湾，率先使用波音747型G58客机，如今受到日本交通减量影响，决定离台。继去年威航收摊，新航解散，现在达美说再见，成了台湾航空市场第三颗震撼弹。黄跟陶琴过去的许多年来，照顾达美还有达美的乘客，在这边我致上10万分的谢意，谢谢你。老板，谢谢，谢谢。最后一次服务，桃机充满离别气氛。起飞前，机师特别开窗挥手，班机飞向天际，宣告达美正式告别台湾。记者刘志展、黄家伟、邵玉敏，桃园报道。